落肩感，然后这里呢就是帮大家收手臂，然后这边有做微宽，所以呢大家穿下去会很舒服。S 号、M 号、L 号、X 号跟孕妈咪通通可以穿，我只觉得这件好凉好凉，好弹好弹哦。然后你要绑的话呢，像我啦，我就是会拉紧一点，微推高，然后就是再把它绑紧。那我身高161公分，穿小白鞋，刚好落地不踩地，然后它屁股不贴哦，刚刚说啦，它就是整个人这样子端端的。然后这个因为布料这么软，我就没有做口袋。然后这个小织女孩完全 OK， 我156，它穿起来其实小白鞋是不会落地的，原因在什么？因为我们裤腰头这边，对，像我就是把绑带绑在前面，然后呢偷偷的拉一点，所以我的上身其实看起来就是这边的布料比较多一点点。对，然后上身的版型呢，这边是做一点点小小的落肩，一样可以帮我们修饰手臂、屁股的地方，我觉得这边也是顺顺的，很好看。你刚黑色我觉得很利落，黑色就是最百搭，然后最多风格都可以穿的那一种。你可以就是拿一些比较强烈的小单品，就是撞色的搭黑色就非常好看。